好，我现在到这个地方叫红格尔敖包，就是包头一个希腊牧人草原里面的一个可以继续敖包的一个地方。然后等一下还可以去看到这个，莫南传奇，就是一个骑马，大型的骑马，展现蒙古族的一个马术的一些地方。对对对。现在在草原上骑着马，哇，太帅了！可以自己骑，这个，然后学会了一点骑马的小技巧，策马奔腾在这个草原上，然后看着那个日落、黄昏，美女们在一起，哇，今晚还可以一起住蒙古包，太爽了！过来了。我们红尘作伴。装，穿着盛装的，一起去炸马宴，这是宫廷里面的皇爷才能够享受这炸马宴。好，这个红花以后来邀请王爷，您要拿起盘中的蒙古刀来，拿起刀以后要在羊的额头上横竖画一个十字，邀请。好的，画过十字以后来邀请王妃，您拿起刀来，要从羊的额头直接画到羊尾就可以。这个寓意着一生百岁，也祝愿大家能够一生。Bye.
我爱好越野是因为我压力太大，我希望大家都能通过爱好找到一些自我解压的方式，并且通过这种解压的方式给自己提供一些正能量。 Hello， 我们现在在这个银坎塔拉的索道上面，然后准备去冲沙，然后玩沙子。 OK， 我现在又来到了沙漠，这里是这个内蒙古的鄂尔多斯的叫做银坎塔拉沙漠。这个沙漠人没那么多，所以玩各个项目都玩起来都玩得很爽，有这个沙漠冲沙，有摩托，沙漠摩托，还有骑骆驼，然后还有这边的这个滑索和滑沙都有，所以在整个这个沙漠区就可以玩了，把整个项目都玩遍。而刚才是坐这个索道过来，然后慢悠悠的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个沙漠的治理工程，也是现在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效果。好，如果你有时间一定要来这里银坎塔拉沙漠。驼铃，驼队。我们准备坐着越野车去穿沙了，啊，这最精彩、最期待的。折腾大半辈子，什么都没干成，生活过得还是一塌糊涂。好，出发了。你说我们这辈子，我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，你已经尽力了，因为只有我自己。我没有尽，我再努力一点。你自己曾经坚持和相信的，是不是已经忘了？中国有句老话，不成功。哦，这个玩得太嗨了，变成人，然后就人字怎么写？现车了，山里人一个二，没有电的，就是很二很二的人。拉车开始，老祖先多日啊，拉车。数千年前就警示我们，同学们，一定要成功，不成功，你就是个二货。